神喜悦的敬拜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内心引动出外在生活，并且这生活是与神的心意相称的。敬拜和信心是相连的，我们相信有神，所以我们敬拜神。诗歌是我们回应神的其中一种方式，当还在患难之处，我们能敬拜神的全能。当还未看见事情发生，我们就赞美神的信实。当事情还未好转，我们就感谢神的作为，这是信心。敬拜能建立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，活出得胜的生命。9月18日是我们中文聚会今年第三次的 Worship Experience 更深的敬拜，让我们一起在下个星期日透过敬拜来回应主耶稣。我们下个星期见。